名刀引爆，树大招风。黄峥和他的拼多多大概是品渣到了这句话的滋味，刚刚把公司推进纽交所的大门，回头一看，没等到3亿多用户的掌声，却是洪水般的咒骂，一边倒的舆论以及正接踵而来的官司，人言可畏，一波波恶意攻击，让拼多多的假货问题持续发酵，紧接着股价开始应声下跌。黄峥及时发了一封内部信，表示对外界的恶意攻击要进行善意的解读，同时将所有员工的期权锁定3年，可如何处理假货问题却只字未提。在中国的上市公司里，创始人公开站出来斥责负面声音的案例并不多，也折射出在危机公关的问题上，拼多多的市场团队还有些稚嫩。或许可以从阴谋论的角度猜测是竞争对手的幕后操盘，也可以从情怀和发展需要的角度卖惨喊冤，可这些辩解能否改变消费者心中的原始印象？唯一的砝码就是时间。但拼多多党真被冤枉了吗？一，话语权在社交网络上扯着嗓子骂拼多多的网友，大多不是拼多多的重度用户。按照拼多多在 IPO 前夕公布的数据，人均年花费674元，平均客单价 38.94 元，即便是在北京五环附近的消费者，租一间主卧的房租也要3000元以上，每年在电商平台上的消费更是动辄上万。而那些活跃在社交网络上掌握着话语权的媒体、自媒体、口大 V、公知，小弟在心眼里是瞧不上拼多多的。这恐怕就是拼多多在舆论上不占优势的地方。五六线城市的叔叔阿姨们肯定没有刷微博热门的习惯，朋友圈里也以养成类内容居多，当然不关心媒体是如何在数落拼多多，这似乎也不是一个坏消息。就算舆论将拼多多批判的体无完肤，叔叔阿姨们照旧在拼多多上砍砍砍，将亲友群里抢来的红包换成为一件件便宜的小商品。不过重度用户没有成为拼多多声誉的捍卫者，不代表拼多多不能引导舆论的走向，毕竟在这个年代还有花钱搞不定的事情吗？比如拼多多在上市前后铺天盖地的宣传文方向大致有两个，一个是上市前夕高度赞扬拼多多的商业模式，如何在板结的电商格局中杀出重围，顺便歌颂下创始人对于人性的洞察。另一个就是拼多多上市后的拉平消费，宣扬拼多多在拉平消费上的现实意义。可结果呢？外界给出了两个字的回答，不信。因为吃瓜群众们很难拒绝低价好货的诱惑，可当他们打开拼多多打算淘好货的时候，看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山寨产品，即便是那些销量过万的爆款。而此前没把拼多多作为主攻渠道的品牌方，也想着套一波流量红利，看到的却是一堆山寨品牌。比如像拼多多发出维权的创维，有人说整个社会努力了10多年才让中国摘下山寨大国的帽子，可拼多多一个小小的火星就迅速点燃了数十万电商从业者的热情，原来山寨假货也可以燎原，这是否符合拼多多拉平消费的理念，我们不得而知，却是拼多多遭受非议的病源。也有大佬站出来为拼多多开脱，美团点评 CEO 王兴在饭否上发表了这样的观点，一堆人质疑拼多多却不质疑淘宝是如何起家的，这已经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是多么健忘，大佬的立场果然和普通人有些不同，却也道出了互联网新巨头们的通病。二人罪论不久前小米 IPO 的时候，也有很多人站出来质疑，但骂来骂去都没能一边倒，也远未成为一种社会现象。因为对小米的质疑主要是商业模式，可商业模式这档子事，你可以起非议，但公司到底是人家的，也就被当作是发发牢骚。拼多多被讨论的是是否犯下了纵容假货泛滥的原罪？我想黄峥在创办拼多多的时候，初衷绝非是让山寨货再一次泛滥，而是找到区别于传统电商的模式。拼多多瞄准的是用户数量更为庞大，
又被主流电商平台长期忽视的三四线城市及以下消费群体。相比于一二线城市里的中产阶级，这类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要高得多。拼多多的产品逻辑在黄峥的内部信中可以看出端倪。我们自己不要慌乱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，不能试图一蹴而就，不能竞争导向，别人指什么我们才做什么。要牢牢地抓住消费者导向，从消费者最最切身的利益点开始抓，开始改，持续的改。拼多多是一家典型的消费者导向驱动的公司。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，自然决定了拼多多的低价运营模式，并依赖拼团、砍价等策略，将给予的社交流量发挥到极致。京东、网易、考拉等也尝试过拼团模式，但失去了价格而上的优势，引流效果比起拼多多打了很大的折扣，于是一种悖论就出现了。拼多多要通过价格爆款获取高流量，商家们要通过规模效应来平衡拼团的低价诉求，导致高仿知名品牌产品质量瑕疵率偏高等现象。尽管拼多多一直对商家宽极严罚，可一旦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自身又是最大的受益者和裁判，某种程度上的失控是不可避免的事情。有趣的是，原罪几乎是所有互联网巨头的标配。直到今天，阿里还在打击假货，还在整治虚假广告，腾讯还在努力防止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。而新崛起的巨头中，今日头条陷入了低俗内容的泥沼，几起事故暴露了滴滴的痛点。美团、饿了么似乎是天生的叫黑体质，一大批直播短视频平台自诞生之时就在打擦边球，先犯错再改错成了大多数互联网公司的写照。在聚光灯照射不到的地方，创业者认为犯错是成长的必然，可当走到镁光灯下的时候，所有的问题都会被放大，然后是集中爆发。拼多多注定贴不开这一遭。三、善与恶。王兴给拼多多的辩解让我们看到了新巨头的心态，既然老巨头们也是这么走过来的，为何要死盯着同样这么做的新巨头呢？资本的世界里喜欢讨论对与错，一家公司做对了什么决策，又错过了什么，以及所带来的收益或损失。只是在社会的评判标准中，对错固然重要，同样重要的还有善与恶，一种创新的出现。总有人会尝试这样拷问，纵容了人性的恶，还是放大了人性的善？黄峥用一句坚持本分，显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，很可能在视角上就出现了错误。就好像五环内的人不懂拼多多，或许在三四线以下的城镇里，路边超市货架上摆卖的就是高仿的商品和假冒品牌，消费者也对此习以为常。拼多多也是奔着这一消费心理出发的，总想用更少的钱买到商品，然后产生怎么买都不觉得亏的满足感，或者说是贪便宜。其实五环内的人也懂拼多多，那些去路高当写字楼的年轻白领们背着的可能是高仿的名牌包包，却要告诉身边人说是专柜的正品。不同的是，五环内的人似乎还讲求体面，即使买买高仿货也有着几丝的羞愧感，但在拼多多上连这层薄薄的遮羞布也给扯掉了，本质上还是对规则的敬畏与否。任何巨头哪怕是独角兽的诞生，都习惯性的给出颠覆式创新的评价，新事物的出现不可避免的改变既定的行业规则。在崇尚商业模式创新的中国互联网世界里尤为如此。遗憾的是，原有的规则被破坏，被称作巨头的公司往往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，殊不知还面临着规则的重建。正如拼多多改变了三四线城市及以下人群的购物习惯，滴滴改变了数亿用户的出行习惯，美团、饿了么改变了城市人的外卖习惯，在新规则的构建中又清一色地面临着人性善与恶的思考。原因在于利用人性的恶很容易找到推翻旧规则的缺口，但新规则的建立却是要放大人性的善，代价自然要大上很多。滴滴已然高估了社会司机的素质，
却也是在几轮覆灭和血案之后才学会去整顿，重新去完善规则。美团和饿了么为路边的小吃店盘活了流量，可对黑作坊、地沟油等不良现象的严打，则是在315曝光之后才有了重磅动作。直到今天，谁能保障吃到的外卖没有地沟油？相比之下，拼多多的代价要小得多，但对于强烈的负面攻击，是选择花钱发几篇正面新闻对冲，还是从源头上教化用户由恶向善？这是拼多多回避不了的现实，也取决于将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来回答洪水般的质疑。中国互联网向前走了20多年，我们对 MSSBAT 的原谅还可以用草莽时代作为说辞，可对于2010年后崛起的新巨头们，依旧照着老巨头们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，依旧漠视原罪的出现，依旧选择利用人性里的恶。如此当真能够诞生出伟大的公司吗？反正我是不相信。更多精彩内容，关注泰媒体号 ID Timity 或者下载泰媒体 APP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